广告时间都完啦，阿笨仲喺度思前想后，十五十六究竟跳唔跳噶？又究竟佢跳唔跳得过先？喂，你唔好咁烦啦，跳完好专心噶嘛。好嘢，阿笨终于跳咗上岸啦，不过似乎咧系向后探多过向前跳、哦。人哋话拉牛上树辛苦，计话拉狗都好难噶。不过阿尖呢一次咧都算系豁出去噶啦。不过一切咁样跳，你睇下，跳得系非常之美妙噶、那个动作。喂，节目。